学菩萨道，行十善业，成就善果。二地菩萨要更加坚固地上求佛道，二地菩萨要以佛道为上进，发菩提悲愿，度化众生，就是向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继续以十善业自利利他。希望你们把十善业好好的再看看，要学佛菩萨，首先要做到十善业，做人也必须要学十善业，身口意，要用原本清净的光明心，继续用正直、柔软、纯善、不杂、调伏，就是要用非常光明的心地，调解和降服你心中的业障。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业障，要把它降服，自己来调解。比如今天被罚款了，就要想都是自己不好，已经被罚过好几次了，这乱停车的恶习就是不改，这次被警察抓住也是活该，以后一定要多当心，一定不能乱停车了。调解了吧，要降服自己的嗔恨心，被罚款你们说恨不恨啊？心里舒服不舒服啊？调伏就是来调节你的心，让你的心不要有恨意，心里的压力要靠自己来调节。二地菩萨就是调伏柔顺正直，要寂静，寂静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安静下来，能安静下来你才有资格做菩萨，你什么事情都静不下来就做不了菩萨。还要广大，静下来之后心要广大，要无边无际，要容纳四海，所以有句话叫海纳百川，就是大海能容纳任何河流里的水存入大海，就是肮脏的河流到了大海也会变成干净的了。所以说千条河流归大海，就拿你们这些在座的人来说，你们身上有没有毛病？如果师父把你们身上的毛病不加严责，是师父不对，严责之后等于替你们洗干净，师父还是让你们海纳百川，这个海就是佛海。你们要深知十不善业，师父曾经讲过十善业和十不善业，十不善业就是做的不好的业，十不善业也叫十恶业，十恶业能令众生堕落三途恶道，三途恶道畜生恶鬼地狱，如果下去了就惨了，是很难上来的，受苦无穷，也被称为生死苦海的众生。我们要有可怜之心，要可怜他们。师父现在是不是在可怜他们？多少人在地府，多少人在地狱，师父教大家把自己过世的亲属都往天上抄，往阿修罗道抄，往人道中抄，是不是在救众生呢？不单救人，连鬼都要救，他们都很可怜的，和你们闹，向你们乞讨，都是为了能上去。你们不要怕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好好的救度他们，好好的帮助他们。其实人只要一离开肉身就叫鬼，只有你的灵体能够上去，人之上是阿修罗道，再上去了就叫天人，但是还是在六道里轮回。二地菩萨要发出利益心、安乐心、慈悲心、怜悯心、摄受心、守护心、教化心，这些都是二地菩萨需要做到的，要很严格地要求自己利益众生，做任何事情都要对大家好，这叫利益心。
安乐心就是，每一天要做很多的事情，而且每一件事情都要对大家好，要自己快乐，让他人快乐。慈悲心就是，看见谁都要可怜。怜悯和慈悲是有区别的，怜悯是具体的指某一件事情，怜悯是指这个人很可怜，生怜悯之心。而慈悲心里面也包含怜悯心，摄受心就是把自己的心摄住来承受压力，摄就是集中，集中来接受，来承受。守护心就是要守护这个道，守护这个法门。今天你们跟师父学了这个法门，学了这个道，就要守护它。教化心就是教化众生，去教育帮助他们，去感化他们，心心念念都希望自己成为教育众生的力行者。我的心，我的念，全部都是帮助人家，教育人家成为菩萨，这样你自己才能成为菩萨。就像一个师范学校，学校的老师希望把学校里的学生都能培养成为一个老师。教化众生，从善自成，让众生诚心诚意地去做善事，恳切利益众生。恳切就是非常诚恳的，非常迫切地去帮助他们，去利益他们，救度他们。例如师父有诚恳心帮助你们，你们是师父的徒弟，哪怕得罪了你们，师父也毫无怨言，因为师父对得起观世音菩萨。哪怕你们离开了我，不理我，我都要讲你们。不管谁有毛病，如果师父不讲，就是师父不良，为师不真。永远要记住，师父就算是找你们身上的毛病，也是为了让你们明白知道自己过去生中的恶习，然后帮助你们改过消除业障。否则你们来跟我学什么啊？要用自己最清净、非常清洁干净的心来增长、加强、巩固、扩大自己度化众生的大悲愿。你们一定要度化众生，必须去救度众生，不然就修不到菩萨界。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就是不懂得慈悲，不会慈悲众生的人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。要明白，烦恼来自于不合理的愿望，如果你的愿望不合理，接下来就是给自己惹来了烦恼。明明做不到的事情非要去做，你的烦恼就来了。明明这个人不喜欢你，你非要去追求，你这不是给自己增加烦恼吗？所以世界上一切现象均是我们的牢狱，你看见的现象实际上就是束缚自己的牢狱，就是监牢。你看到的东西你去喜欢了，就被它束缚住了，对不起，你就等于进了监狱。比如你看见人家抽烟，你也去尝尝，吸上瘾了，就很难戒掉了。又如你今天去赌场赢了几百块钱，接下来你就进了他的牢狱，成了他的奴隶，进去了之后逃都逃不掉，已成人身，又做邪恶行。你本来已经是人了，又拼命地去做邪恶的事情，就好像一块很干净的珠宝浸泡在粪土里，拿出来就是臭不可闻。菩萨说，人身难得，做一个人多不容易啊。你做了人之后又去做坏事情，你就是世上最愚蠢的人。师父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次接着给你们讲
二地菩萨的法力，也就是二地菩萨的功能能量。